你们要的手机花辣条来了来了。浅灰色马克笔打底，一块红色，一块黑色，再一条黑色，两边画一排圆圆的黑色。一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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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克笔选深一点的橘红色涂辣条，随便涂涂，反正里面的辣条位置都很随意。选浅一点的橘红色和橘黄色，丰富辣条颜色。再来一口，随意点没关系。味道，红色点一些辣椒。香蕉、菠萝、樱桃、草莓、西瓜、水晶、葡萄，好多水果甜蜜味道，大口大口吃掉。吃完这轮还有一轮，再来一大堆蛋糕。字太小了，我就随便写写了。冰淇淋加奶油芝士淋上巧克力的干酪，吃完才有力气去把白白肉都剪掉。如果你在我的面前把你也吃掉，马克笔调低透明度，浅灰色画一下包装袋质感，白色马克笔涂一下反光，白色铅笔加几笔，橡皮修整一下，完成了。